好，另外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偶像哦，韩国偶像团体 Super Junior 超人气的演唱会，现在竟然制作成 3D 版本了，跃上了这个台湾电影院大荧幕喽。五号呢，电影票才一开卖，马上吸引了上百位的歌迷疯狂的抢票，排队人潮更是呢从一楼排到五楼，排得满满满。抢购票这边请哦。上百名排队的人潮全都挤在戏院门口，因为 Super Junior 的演唱会即将搬上台湾的电影大荧幕。 Super Junior 的人气真的是夯到不行，现在还把演唱的会场搬上了电影院的大荧幕，现场呢更是吸引了很多的迷哥迷姐来抢票，我们就来看看到底排的有多长，走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，这个队伍是整个是排到快要到101了，全部都是冲着 Super Junior 而来。绕了好几圈，一个上午就来了上百名歌迷排队抢票。看看另外一家戏院，一样是从一楼排到五楼去，包括了全台湾9家戏院4万个席次，估计一天内就会全数卖光。他们从昨天开始夜排之后，大概到今天早上7-8点的时候，其实我们现场新音乐秀现场就已经有200-300人左右了。Super Junior 里面的力屈始源一眨眼就跳到你面前献飞吻，再一眨眼哈利银赫就在你面前甜蜜微笑。本来应该在电影院中的首尔演唱会制作成 3D 的电影版本，同步上映的台湾五日电影票一开卖就引起了抢购热潮，这个演唱会早就已经带来了百亿商机，现在又变成 3D 院线片，吸金功力和噱头也引起了十足话题。中天新闻王宗翰、罗佩瑜、阮湘佩台北采访报道。